李相夷不是李相夷，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。江山多年，变化万千，去去重去去，来世是来世。那么莲花楼里面的故事呢，它是一种逆行式的人生。这人生无常嘛，纠结无意，是大英雄变成小人物，天下第一到乡野游医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从最高的神坛跌落的时候，他没有俯视众生，看见众生，懂得众生，最后他成为了众生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，谁不是守着聚散的云歌，天涯上月亮。人世太匆忙，蓝绿青山尽已霓裳，谁不是孤身走一趟。看到了一些观众，一些专业人士对我的一些点评，好的坏的我都会去接受，也都会去学习。我相信未来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好角色。把握的热血与坚守，无论戏里戏外，也能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力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浅一。文艺的你好，星期六之旅，红绸五件造型复刻了，莲花楼安利了。宣传莲花楼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张将军，您做到了，您真的做到了。班超走过这条路，法显走过这条路，玄奘走过这条路，马可波罗也走过这条路。把云深不知处，原来在幽处。Hello， 有空的小伙伴们又见面啦。莲花楼在今年和大家见面，李相夷、李莲花这两个角色对于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。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分享给大家更多好的角色，我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。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向光而行，就是你心中有光，你无论在哪里，你只要坚持你自己想做的，你总会有一天会被更多的人看到。